世界冠军黄奕让何俊动都动不了，就问你牛不牛逼？世界冠军打黄奕啊，对决挺好看的，给大家介绍一下。世界冠军开始 CD 转球了，跳低 CD 再转球，上两下搞进角落，刚 CD 刚好啊，一边转球一边刚，然后斩击很快，角落那你就别想出来了。世界冠军展现他的惊人绝技啊，那能 AB 嘛，打晕一个站低，再抓。这个重脚也叫站低的一个再抓哈，也是他的特色哈，别人一般都是跳低抓哈，他站低来抓，你别小看这个小细节啊，这个小细节它都是特色呀。刚一下锤一下，哎，这一下不敢乱刚，怕被骗，转来转去，好，刚倒这一把再刚，哇，这个大肚皮顶的真的了不错啊，顶的还挺准的，抓了小跳转球，再刚角落，下一转起来，后跳完了，要吃必杀 ，nice。落地 AB， 哎，还是要喜欢在 EP 来转球哈，这个是他的特色。只要在 AP 啊，只要是二 P 就巴不得往前 AB 出来哈。有人说世界冠军这个是调侃吗？还真的是调侃吧啊。黄奕他自己自称的，就很多人就这么叫他世界冠军了哈，是不是真的？是不是假的啊？大家自行判断。下一转起来，好，刚倒，再刚，哎，滑一下鬼步下，哎，抓漂亮，优秀的手法 ，A B， 然后呢，来了一个鬼步 A B 啊，再抓，都是套路啊，满满的套路啊。零点正球秀起来了啊，牛皮，再重要啊，优秀优秀啊，666，好，视频好看记得点赞啊，关注秀秀不会抖溜。